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吴志师，带我来玩玩啊。这个大老板，哈哈哈，药材大老板。现在下来阿相了，这是阿相我们的以前的住的地方了，好像是第三间，过去第三间了。这条阿相这条路，哦，阿相路变很多了，阿相路，就是这个哦，这个是什么大什么 ，Anthony 什么 Security 啊 ，Anthony Security 一个 Security 啦。然后向下去到海边啊，哎，你继续走到你家了，你继续走到你家了，继续走 ，OK， 呀，这是的最后一间啊，最后一家了。现在以前是永昌制衣厂的旁边啦，它是制药厂啦。慢慢拍，那阿相，然后这到关口的路啊，阿相啊，关口路，然后这走过来，你也可以拍到我背，这个拍过去，阿相路，啊，主要要拍这皮啊，慢慢的，你多，对，这个背景还不错，椰子啊。椰子能拍拖了的，我的美食力都拍下去了。啊，你美食力拍下去，不过我现在拍人家拍拖比较要紧。拍拖是马来人在，哎呀，在 kiss 啊，有没有 kiss 没 kiss？ 马来人不能 kiss 的，我看。啊，这样拍比较好。人家拍拖不拍了，拍你这个明星啊，你像什么？啊？你想红还是想出名？啊，想红啊！啊，想到美国做电影啊！哇，不错，野心很大。啊，这还有另外有人。哦，带那是你要带小孩子，不是拍拖了。这以前我们住的地方，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啦。可是现在完全空，没有东西了。呀，这个学校了，校车，以前都没有 school bus 啊，我记得。以前都走路去嘛，就走路一直去宽楼嘛，一直走去宽楼嘛。你也是走路嘛，哈。啊，给车上给拍。这以前我们的，我记得这里蹦哪一个位置，住哪一个位置了。呀，可不可以出去？我这样拍好了，因为可以动拍的话，我就不用走路了。哦，远远就是那个 hotel 了哈。最后，免税商店也是 hotel 了。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？Eden。啊 ，Eden Garden 啊。Eden。Eden Garden 啊，就是最远那个了。免税商店了。呀，免税商店了。呀，我这样拍摄很就。这里面还可以看到船啊，去巴丹啊。啊 ，OK 啊，好，这去那边。可以去跑跑。去走一走呀。啊。呀，这个是 hotel 了 ，hotel 这样。这好跳站啊，远远看起来还不错啊。OK， 你就找地方停就是了。找地方停就是了，不用进宽楼了哦。我经过就拍他校门口的字就是了。这宽楼中学，宽楼中学学生，够了，拍够了，这样就。还要停吗？不是，你要找地方停啊，没有可以走路就无所谓啊。那前面就远一点啦、
他小女人，你还在表演，你不错啊，你还不错，还会表演啊。小孩，对啊。这个，这是旅馆里面吗？还是不是？旅馆在楼上。旅馆在楼上啊。shopping 的。哦 ，shopping 的哈。International还有一点点不小的，这应该要完了。我看一下，就随便拍了。它随时会停呢，随时会停呢。Happy 啦 ！Happy Happy Hour 啊！啊，你怎么好像现在很 Happy 啊？啊，你今天特别 Happy 啊？我看看拍到楼上了。这个是鱿鱼先生。啊，他的广告。鱿鱼先生。